三幺一出场，粉丝尖叫声没停过。不过仔细瞧，台上还有林宥嘉和毕书尽，不是乐团成员再加二，而是饮料品牌大打人海战术，一口气请三组人马来代言。我们是一个 team， 对啊，其代言真的很盛大。国外汽水品牌砸重金打造最强代言男团，看准的就是眼下商机。不过都找了大咖歌手，只唱主题曲当然不过瘾。业者再搬来时下最夯行动 KTV， 让粉丝在里头能跟偶像同框合唱，甚至还有更亲密的。我们都各自有不同的梗，对，不同的梗，对，对对对，上去玩就可以体验。想要我的真心话吗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老师音乐用限定瓶身上的序号就能和偶像隔空互动，营造互动感。汽水界宣传战开打，本土品牌也出奇招来回击。另外一家饮料品牌则是推出了这样子的可爱跷跷板设计，让民众可以来拍照兼打卡。不止打造最新打卡热点，饮料厂商在今年大动作换代言人，找上创作才子卢广仲，一人两用，拍广告兼写歌。两大汽水厂商不约而同换代言人，还一起推出口水风格主打歌，无非就是希望用艺人人气提升买气，在夏日饮料战场创造佳绩。记者陈志烈，林依晨台报道。